战狼二突破29亿，当晚更是突破了30亿大关，有望后天超越星爷的美人鱼。战狼二成为现象级的电影，自然要举行庆功宴。在庆功宴上，吴京用盆敬酒，展现了男子汉气概。不过旁边有个女汉子居然也举着一个盆，果然战狼剧组都很猛。